同志们，我们的西瓜到了。西瓜，待会儿西瓜到了啊！我要去看一下。我也要去看一下。有多么可怕？拿小香车拉来的。在哪里啊？哇！100个西瓜，我们自己搬吗？我来搬西瓜。不是不是，尽量拿这个拉，你不要搬。哇，大西瓜！100个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人工不行，搬不过来。哈。这我们要拉进去，再把它卸下来。我们堆在哪里？你先说好。放仓库，挪地方。来，我们往后一起。好。哎，你抬不动吧？不行，你抬不动。哦，这个。来个男孩。我来。你不可能。我一定可以。你真的不行，那超沉。我相信我自己。你不行，你不行。我行，我行，我行，没有男人，现在没有男人在。这个吗？对，那等。这个太 easy 了。那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挪吧。我左挪一下，右挪一下。这个太 easy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上去吧。我觉得你把围裙脱了，不然你会很热。还好。我跟你说的对。我录节目从第一期到现在为止，我第一次有感觉到被整。好了，这地儿肯定能放100个西瓜了。好，走吧。可是西瓜怎么弄上来呢？就拿那个车一车一车的拉吧。来，一二，走，走。不是，哥，它的这个轮宽能不能再卡在这两个中间？试试看吧。来，来，帮我走一下试试看。哎呀，可不够。我看一眼啊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从这个门进是平的，然后这样经过厨房是用拖车能拉进去的。Cool。别走外面，走里面，但是就这一下就往上搬。试试看吧。对，我把这个推开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把拖车先给我正正，我先把它弄到拖车上。我先给你拖过去，来。
其实就那一个台阶，两个台阶，上储藏间还有一个台阶。哦，对。好，你看这个我试试。这必须得两个人抬。这不行，来，你在底下兜着一点啊，我自己试试，我看我能不能上。都不行，必须得两个人。来，你到前面那边好一点。一二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好了，我来。不行。这样，我们啊都堆这里，我们不要这么折腾自己，好不好？我先来。不是，我把它弄成。哇，你小心手。小心，我给它弄成一个斜坡。你放下，放下。我的暴脾气。我觉得一定不行，抬吧，我帮你抬。来，抬不上来。姐，你拉上面，我抬下面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我先把它运去，把它再放平吧。现在听我的，我是店长，我说了算啊，剩下的西瓜通通都在那，我看看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都可以，但总之他还是要上这个的，对吧？就这么定了。我现在就开始做，做个点心给你们吃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做西瓜甜品。真空的，对啊。哦，你
先把这边冻住，然后再把它倒过来，然后粘着，是吧？是的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现在叫什么？你想，你有文化，你想。我本来想空中花园，我也想得到空中，但是绝对不是空中这么简单。我觉得它跟魔法有关系，因为看到你就觉得它很神奇。什么魔法？空中魔法？哎，现在征集名字，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？魔法，性魔法，水晶球，稍微的球又不太符合，但这个魔法风景。魔法风景西瓜，你这不是很像个风景吗？对不对？魔法风魔法树林，哎，魔法如果你魔法森林，如果你种的很那个的话，西瓜魔法森林，或者魔法景观洞，景观不要加洞，洞就解密了。西瓜魔法景观，名字像多肉微景观的感觉。西瓜魔法森林，要不然就叫魔法森林。哎，相信自己，真农魔法森林真的很好听。魔法森林啊，真农魔法森林, 真的好好听。好的，你可以拍张照片。对对对，我要拍张照片。拍张照片贴上去不就完了吗？拍张照片，早知道我这边画就插漂亮一点了呢。现在很漂亮，这个、很漂亮，这个插绿色很好看。你看这个绿色是不是很美？